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下午吊砖，我用滑轮吊哈，用我的三轮车这样拉，轻松一点。刚扛了一个木头上来，我们把木头弄到上面，然后挂滑轮挂在上面，再叠。我妈弄到我叠磨黄了，我妈都乖。好嘞，真的，我外头市场的，那边只要包得到就行的，还可以往前头走的。只要包得到，不说说就行。往那点。姐，我感觉那个墙有点怕高，你说？我是能看轻轻用上的。怕你找他帮紧的就行了。怕是把个什么包包，他不怕的不？要不过来是啊。害怕嗦嗦了吗？好嘞，来嗦嗦地跟我搞一下。玩笑。不喜欢人逮吧？车子逮着，人逮的，人逮起哦。啊。你嗦嗦用长啊？长嘞。一会儿还有嗦嗦没得，把它涂住喽。快来搞一下哈！先拿一块的是啊，我今天我上来，我吊块嘛。哎哎哎，我来了。先吊块。我拉三十吧。拉起。轻松不？轻松啊！哦。哎，你好可爱哟！我走骆驼的哟。啊。没房子。这是把哪个生得起，把哪个？还是有点重哦。哪谁？好了哟，等一下你们。怎么开了？天天吃的。我会慢点的，等一下你放心嘛。还是快啊。反正比你人要快得多吧哈。啊！你给他退出！啊！我去哪？那点鸟我不要了哈。要的吧？拉不动的。哎呦！
掉了，掉到150块没有。掉哪里啊？才掉2-3个小时给哈。可能掉了3个小时有没得。最后2块嘛哈。最后2块掉的，都明天就掉。喊我说爸爸去拉水壶上上来。这个叔叔有点老。8块钱斤的。我吃斤是吧？啊，这小怪是可以的嘞。明天不累，半天只有点痛。你不累，我累噻，你不累。你肯定不累哟，你都在那儿开车呀。我说爸爸是拉车的是吧？